锣声响起，爱心义卖捐助国际赈灾活动热闹展开。2、3天，我们就募了120几万。那现在目前一直在每个人在发信，尤其在跟会员做分享这么一个灾难，希望大家一起来。再买一送一。 淡水名产白葱堂知名老店大方捐出，赖佑景师兄，他在淡水老街哈，他有在做那个牛杂糖跟糖葱这个做这个买卖，然后他知道这次我们要救东辉哦，然后他就发信，分量放在上面哦，有有有，已经在板前，卤杏鲍菇几大锅分成一盒盒装，现卤现卖，差不多有3、4位师姐这样子，那么早上很早就来，是不3点多就到了。 然后卤到差不多7、8点才结束这样子。我有在网络看到，我就想说，原来这个勾的东西我也是一窍不通。每款包包使用钩织法手工完成，职工大方提供，拉近看，竟然是一个一开罐拉环组成。1600到800左右的拉环。对，做多久？这个我这样前前后后都做了差不多一个月。 数百人精进课程，学佛入上，彼此提携，还要不断扩大心胸，培养大爱。义工就是有时间才去做，可是我们实际叫什么？志工，志工是发挥，就是一定要发心意愿，自己要有个那个愿力。地球村灾难频传，你我伸出一双手，为需要的人付出一点点，就能汇聚成一股安定力量。台视新闻肖志杰、梁家明台北报道。